对，那边。然后小声，妈妈，等一下厨房也很多，我们现在在打蟑螂，八妹打蟑螂。嘎嘎嘎！妈！妈！在你身上，在你身上，在那锅子那边，它会飞啊！干！妈妈，厨房很多，你看这边，这边有一只。因为我怕打蟑螂，所以叫妈妈打。妈妈不怕打蟑螂。哦、我刚刚下来的时候七八只，他们现在躲光光了。七八只在哪里？这个柜子大概有两只，然后这边有三只。刚刚他们在锅子这边跑一跑，哎，出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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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刚刚还有大的。啊，好大只啊！哪有多大只？很大只啊，干！不能乱喷药。为什么？看很多只，对不对？就是他们这些人，这些蟑螂。妈妈妈妈妈妈！每天的通都要洗一洗。对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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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，那一点点而已。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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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妹妹你走开！干那个好大只哦！看它会飞啊，好可怕！妈妈，它要跑下来了。对，下来就好，我要喷它。它还在动哎。妈妈，你觉得刚刚那只就会死掉了吗？我们死了，掉下来是脚朝天了，死掉了。用蟑螂致命伤是肚子呢。嗨，蟑螂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？我们家就会突然有蟑螂世界，很多蟑螂。对，我们家是蟑螂世界。我们家厨房每次到一段时间就会突然爆很多蟑螂。这边有三只，哎呦，尸体三只。你看刚刚那一个飞起来的跑到哪里？对啊，这里面之前我看到有一只跑进里面的，然后我之前还敢进去。你说进去那里面了？蟑螂进去那个柜子里面，刚刚已经杀了八九只蟑螂有了。我们家的八妹真的是杀蟑螂杀手，我太恨她了，我是怕她，我是恨她。我还是没办法从怕变成恨。妈妈，妈妈，这边，这边哪里呀、啊？那个白色桶子那边，白色桶子那边，你从我这个角度看，大的大的，你看到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快点！好，刚好会跑，好会跑，操！每次杀蟑螂都会骂很多脏话。那边有个小孩。妈妈妈妈，哪里会忘带狗？它是刚刚那一只吗？为什么它也是活蹦乱跳？啊哈啊哈！就这边。妈妈妈妈妈妈，它飞到那个抽烟机里面了。啊！Oh my god！ 我一直流汗。在那里。妈妈妈妈妈，这边有一只很大只的，好大只哦！妈妈妈在那边。在那边，很精彩。我们刚刚已经杀十只蟑螂有了。你干嘛？你害怕是不是？我也很害怕。好、哦，妈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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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好大只哦！妈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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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耶？妈妈，妈妈，超大只，那是刚刚的吗？不知道。好紧张哦，每次都会心脏加速。不要给镜头跟我讲。哎，你说。我真的很害怕，看电视然后听你们的声音，然后我就吓到干，我就说感觉你们在干嘛啊？不想看电视，不要那么什么，你们不要那么吵啊的。我们就是很害怕蟑螂啊。勇敢呢、啊？勇敢呢、啊？应该结束了吧？那你为观众下一个 ending 吧，要怎么克服不怕蟑螂？你有什么好怕的、啊？很难忘。你看你几岁了？从小开始怕蟑螂到现在，我在怕，不能克服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那跟大家拜拜，下次再上。好，跟观众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姐姐，你要做一个影片。